可以看得到，哦，我们东西要到工地要先整理整修，哦，如果已经折歪掉、折断掉就不能上去。那有一些有点生锈的地方，其实应该要上漆，哦，才能到工地。那有看到，如果交叉拉杆立架折弯的话，搭在工地可能就会倒崩它，哦，这是一个现场的展示。好，哦，那这边的话就是早上讲到 CS 的部分。好，哦，那这边各位可以看到，它有打钢印，哦，每一支立架。那踏板的话是打在这个侧边这边。那个它侧边这边，好，哦，然后调整座打在这边，哦，这是实体的部分。哦，那是壁帘座。哦，刚才讲壁帘座如果没有设置的话，容易倒崩它。那设置的间距做一挑一，哦，就是这个东西。然后因为长度的不同，哦，那个设置的这个长度也不同。好，哦，那我们那一边外场的那一边有公安协会的展示品，那我请他们简单介绍一下。好，哦，等一下四点我们要到红色的这个椅子上坐，哦，做一个综合座谈。好，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往这边移动。我们看一下那个上午的那个展品。那个有戴安全帽的也可以拿过来，如果有兴趣要。